中国的传统文化能弘扬出去，能宣扬出去，我感觉这非常有意义的。唐三彩啊，距今有1300多年历史了。唐三彩的制作是工序非常多，第一是得先搞雕塑、造型设计，这是比较关键的一关。如果雕塑造型要造不好的话，它的艺术效果就失去了。下一步就可以制作这种模具，需要一种高岭土和一种粘土，把它粘磨粘碎了以后，要用水把它浸泡，可塑性比较强。制作成完以后，不能要这个风吹，也不能太阳晒，晾干以后都可以如要烧制第一次素烧，这分为两次烧制。唐三彩品种啊非常多，但是这些，比如像这些马匹啊、骆驼啊，包括这人俑一类啊，都看上去非常肥胖，也就是非常丰腴，盛唐时期的一种表现吧。所谓三彩，它实际是多彩，它不是只有三种颜色。釉料配置如果要是配方不好，它也烧出来的釉色啊，包括开片呀、啊，它都效果是都不会好的。从唐代到现在1300多年，制作唐三彩已经失传过1000多年，近代传下来有100多年历史。实际上经过这100多年历史，也是经过风风雨雨，包括战争啊、运动啊，传下来是非常不容易的。倘若一门技艺失传，失去的不仅是门艺术，而是一部中国文化家谱的缺失。唐三彩在盛唐里尝尽繁华，而后又被埋在故纸堆里，落寞千年。其实不用担心，这门技艺已经流淌在我们文化的血液里，这些好东西都绝不会消失，它们只是像冰一样凝结，而有一天像花一样重开。就如今天再次遇见唐三彩。